为什么要喘呀？玩游戏为什么要喘呀？咱们又不是色情直播间，不可以的。咱们是主打一个真实，我累了才会开始呼气。做得好，感觉应该身体微微前倾一点。难道大家都不是来看健康的 ACA 的吗？不然你们是不是想就是我这样啊，好累哦，人家做不动了啦，这种感觉吗？会不会有些奇怪？